巴基斯坦官宣，中国造 HQ-9T 服役，这是最先进战略性远程地空导弹。根据巴基斯坦军方10月14日发布的声明显示，巴基斯坦陆军防空部队正式将中国制造的 HQ-9T 防空导弹系统投入使用。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卡马尔·贾维德·巴杰瓦将军出席并见证了这一仪式。这份声明写道， HQ-9T 被认为是一种战略性的远程地对空导弹，拥有卓越灵活性和精确性，能够拦截多种空中目标，包括飞机、巡航导弹，并且是单发杀伤射程超过100公里的超视距武器。他强调防空力量在本国整体防御中的重要性，并表示巴基斯坦空军和八路军防空部队之间的模范协同，使巴基斯坦的空中防御变得坚不可摧。